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兵临城下。一晃啊，又有两天没有回山庄了，因为这两天呢，店里也是特别的忙。那么今天中午啊，天上是下了点小雨，饭店呢也不会很忙，所以说我和燕姐啊一起床，现在已经是11:30了，赶紧呢开车就回到了山庄，带了点狗食，还有山庄用的杂七杂八。又带了点小酒，呵呵，走，小伙，走来，走。哎呀，这几个，这干啥呢？这是啊，好了，回来，不带，带花的。给家人们看看大壮哈，大壮啊，现在身体已经完全的恢复了，所以说啊，又把他放到了他的老宅，看看大壮，你看看大壮现在胖了，看看小黄，好嘞，小黄那小窝就放到那儿，也不知道他晚上啊回不回来住。哎呀，好嘞，大壮，哎呀，谁在我脚底下呢？壮，看，哎，好嘞，跟家人们说一下哈，之前呢有人问兵哥说大壮啊是公狗。那么小黑其他几个小狗啊都是母狗，说没有绝育啊是不能放到笼子里的。其实啊，当时啊大壮车祸以后啊，跟家人们说哈，他有些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属于一直是大小便失禁的状态，但是呢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大壮的身体啊，跟家人们看一下，也是越来越好，他恢复了。另外一个是啊，尤其是这个季节啊，也是这些小狗啊，小黑他们容易发情的时候，所以说呀，必须把它单提出来，让它回到自己的小狗窝内生活，非常的结实。走，再看看小黑一家，走，小花，走，去看看小黑他们，走啊，头花，走，猫台，走了，小黑。再说一下哈，家人们看看哈，这个狗窝里啊现在还是6条狗，多了谁呢？多了小四眼啊，也是一个小母狗，所以说这一窝的小狗啊全都是母狗，看看，哎呀，收编了啊，看看这群狗，燕姐啊又拿了点狗食喂喂小狗，小四眼容易往住跑哈，别看着点啊，门给我堵着啊！我给你堵着点。小四眼子那可不是一般战士。好嘞。全是串儿啊，又撸串了哈。笼子里面现在6条狗，看看外面，4个，茅台、小黄、诺诺，还有小粘宝哈，这家伙。大壮留点。然后给大壮留点，大壮呢还在那边拴着呢。现在啊，这小雨啊仍然是不小啊，快走，点火做饭。哎呀，回来做点好吃的，燕姐。做啥？豌豆荚。哎呀，烧火呢？这对烧火先进不？油豆角、黄瓜、小葱，还有蒜苗，给家人们呢再看一看我们的这块小地。门口这个位置啊，昨天呢栽了2棵果树，叫丑梨，而且啊，是这个树苗啊是已经育好的，非常容易存活。那么这是去年种的，这叫啥来着？种的月季。这个呢也是去年种的，它今年都长得非常好。这个叫啥了？这个就是爬墙的蔷薇，啊，长这么高了。昨天呢，老姨和老妈他们去赶集哈，买了一些茄子苗，啊，也叫茄子秧哈，种了2垄。再往前看看哈，这是啥？这是辣椒。那么我们再往前看看，前面把边那个位置啊。就是种的小葱，
看看这个丑梨这个树哈，啊，已经发芽了，不错哈。这个树要长起来哈，将来这就是我们的拱门，旁边呢给它修上栅栏，这个小院啊就彻底让它变成一个小庄园。这个花盆啊，今年我们不种花了，种的都是辣椒。这个是朝天椒，这是昨天摘的小葱，三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哎呀，八垄哈。这过两天呢，你看这昨天刚摘，就是趴倒的状态哈。你等到再过两天，兵哥再发视频的时候，这些小葱啊就会通通的立起来。还有这个位置啊哈，这面的位置。挂满了这些小花盆，花盆里面种的是啊太阳花。来，再添点火吧。添火这火挺好。添火，火头军嘛，那以前火头军都不是一般战士，我跟你说。别添了，这样添的没缝了、啊。就你这样的当面火头军，都添了一点缝没有，都歪着了。是吗？先焯一遍水，一会儿就开始炖。大骨头啊，炖这个油豆角啊，然后再搁两个土豆，能好吃啊。搁整个的，老爷，老爷，那个有没有土豆？那你过来炖那个大骨头炖豆角，他搁两个土豆整个的呗，是不是行？这没搁油就先搁葱姜啊，啊，过热，这是经验的。好点这个生菜，中午蘸酱，是不是？小笋萝卜菜。笋萝卜菜。嗯，就笋萝卜。哎呀，这玩意儿行哈。这家都搁这个骨头里炖，小葱多好。土豆往里放啦，地瓜也放凉，行，土豆胡萝卜。哎呀，这一锅炖，大骨头炖豆角、土豆、地瓜加胡萝卜，这豆角还得放这个开锅，开锅以后再放这个豆角哈，这是大油豆，扣锅盖，好，还劈出来了，又点锅盖上了，有点不盖冷了，对，蘸酱菜，看看小蘸酱菜，多好，带不带劲吧？
其实啊，像蘸酱菜呀、啊，很多南方的家人们啊吃不惯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蘸酱菜呀、啊，确实是东北餐桌上离不了的一道好菜。蘸点鸡蛋酱。蘸点鸡蛋酱。好。咦。炸鸡蛋酱。咱家的鸡蛋就是好哈，看这蛋黄。昨天我搁家整一份鸡蛋糕，像上色素了似的。嗯，我们正早上蒸鸡蛋糕，像上色素。三个够了吧？打这个鸡蛋酱。行，够了，嗯，剩下够了。老婆，把这个掰一下。有肉会吃啥？来一个呗，来个手掰大火腿。这个火腿老姨就掰着吃吧，切着吃好像，嗯，他说肠切着吃不好吃，掰着吃香啊。嗯，也还没敢吃。就是咱们吃的香肠不是掰着吃好了。对，这个从东北他们拿来的。对呀，我妈我爸交代了，赶紧给你拿山庄去。哎呀，仗着咱家锅多哈，那边一个大柴火锅，这边两个煤气灶，你看这家伙锅少还不够用呢。蒜苗啊，是头年种的。头年种的啊，半年了呗。半年了，今天给他尝试的。妈妈铲子给我，把刚才吃的铲子给我。火烧肉片啊，这炒肉也香，就跟烧烤似的吗？出锅了，老爷！哎呀，看看这一大锅，东北的大乱炖。乱炖啊，这一看就能好吃啊。嗯。还有一个凉菜，是不是？黄瓜凉菜。拌好凉菜，吃饭了，老爷。开饭开饭开饭。哎呀，饿了，这家很显进屋了。哎，看看这几个菜，少喝点醋，吃醋软了，吃醋是吗？那搁点糖吧，喝了啊，少搁点糖，喝了，行，来点香油，对，俩呢，这个放过有个够了，来一个，慢些了，嗯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啥吃法呢？蘸酱菜吗？哎呀，这一口啊！昨天来点那个，我想买那个打包呢。来，老爷子，转一口啊！转一口，你看看这一吃饭，这小狗也都进屋了。老实点，你看他们上桌了。哎，得给家人们再看看哈，只要我一在家，一吃饭小黄就在我这底下，是不是黄黄？哎，你看，都在这儿。来，老爷子，来，老爷，哎，来，妈，哎，你喝，来吧，来，嗯，好，快说，好嘞，来一块儿胡萝卜。